大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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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荣。真心相待，再也不分开。你想带我去哪里？去一个你父亲管不到，我母亲也找不着，没有仇恨和报复的世外桃源。你确信它真的存在？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，我曾经劝过大荣离开你，但是他说在你心里还是有点喜欢他的，就因为这样他甘愿忍受一切。大荣，你真傻。Thank you.
还想报仇吗？淑清死了，大公也死了，这还不够吗？是，可是文禄还没死啊。你还要多少人死啊？徐老板太不仗义了，都两个月没发工资了，我们这样鞍前马后的为他忙活，图的是什么呀？我他那些对头找不到他杀人的证据，咱们都是活证人呢。一会儿找老板谈个价钱。你们在说什么？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！再出卖我！你们再出卖我！我让你们知道，出卖我都得死，都得死！回去收拾一下，我们准备走。走？走去哪儿啊？不知道。现在我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了，咱们走哪儿算哪儿。你的很多事情只有我知道，会不会有一天你也要杀我灭口？我都四处打听过了，到处都没有嘉阳的下落，但是在邮局拿到了这封信。娘，我走了。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还能走到哪里去，但走总比不走要好，因为我曾经答应过大荣要带他走的，如今他先我而去，我只能带上他的希望，希望能找一个世外桃源，那里不再有仇恨和报复。啊，对了，沙红也要跟着我走，说这也是大荣的希望，我无法拒绝。只是有了大荣的影子，我再怎么和他相处？这一切都是拜您所赐。长久以来，我不能有自己的选择，只有这一次，只有走。还是属于我的唯一选择。娘，儿子不孝，你自己保重。其实，他早就该做这样的选择了。我是来跟你辞行的。你也要走？我要带着季望一块离开这儿。这个决定已经不可能改变了。这不是你一直希望的吗？
这一回你肯定赢不得。走了好，走了好。让你带着季望走，本来是我的主意。可是你们真的要走，我心里还是很难受。很简单，跟我们一块儿走吧。我走了，谁来报仇呢？报仇，报仇，在你心中，仇恨已经替代了一切。你以为我愿意这样？我没有办法跟你一样，明知道金大爷是死在文禄的手中，却还能够无动于衷。杀父之仇我能无动于衷吗？可是天禄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了。不够，跟他的所作所为比起来，他受的惩罚还远远不够。文薇，你想过没有，大家的命运已经紧紧地纠缠在一起了，更多的冤冤相报只会带给更多的人痛苦。你难道不承认淑琴和大荣的死在某方面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？他们的死我的确很自责，我并没有恨过他们，但是彭海、景明哥还有金大爷都是因为我而死在文禄的手中，我如果不能够替他们讨回公道，还眼睁睁地看着文禄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就可以不恨吗？文薇，人跟禽兽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宽容跟爱，这是每个人不可或缺的，否则我们跟文禄有什么区别呢？你说什么？你的意思是我跟文禄一样？我这么说也许有点不妥，他是为了满足金钱的诱惑，而你显然对此毫无意图，但是仇恨两个字确实改变了你，你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文薇了。老实说，现在的你让我觉得很可怕，请原谅我的坦率。你住口！失去所有受尽折磨的不是你，痛不欲生的也不是你，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？我不这么说你内心就不痛苦了吗？不断地看着生命的凋零，人世间难道还有比这个更悲惨的？我只知道父债子还罪有应得，你就算接受西方的观念和思想，但是我相信如果他们碰到跟我一样的遭遇，一定也会以牙还牙。你错了，我更注重的是人内心的忏悔和对彼此的宽容。很遗憾，我似乎很难说服你。我也很遗憾没有办法改变你的观点。你走吧，去宽容，去忏悔吧，我会继续和那禽兽斗到底，无怨无悔。吉旺，下车。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你的生母是谁吗？对啊，您不是一直都不肯告诉我吗？我不告诉你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你的生母暂时不让我告诉你，而现在我要告诉你。现在我母亲她还活着？你的母亲就在眼前。她不是你干的，她是你的亲生母亲，南巡望族洪家的千金大小姐洪文蔚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究竟是我娘还是我干娘啊？我本来是洪家看门人的儿子，
从小和你母亲青梅竹马，在有了你之后，为了我们的理想私自离开了洪家，我跟你母亲在路上遭逢巨变，天可一方。你被你养父季贵收养，接下来的事情你应该都很清楚。你就是我的亲生儿子，你我从小就没有感受到母爱，您在我身边这么久，为什么始终没有告诉我真相？原谅你母亲，她有她的苦衷。季王，你现在可以叫她一声娘。我母亲，无论是我还是嘉阳弟弟，你纯粹对我们没有母子的情分。不，不，季王，你听我说。不，你听我说吧。你纯粹把我们当作是你复仇的工具，所以你不想以慈母的身份来关爱我们，反而让我们生活在仇恨和痛苦之中。娘，我可以这么叫你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不是发自我内心的一声呼喊，因为你愧对这样一个称呼。住嘴！季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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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是你要的仇恨吗？啊！我们付出了多少的代价才走到这一天？你要留下来帮我，我求求你留下来帮我。你想清楚了，真的无怨无悔。我只知道，我不能够再让文禄伤害我，跟我身边所有的人。唯有如此，我才能够好好的活下去。就是我不能留下来的唯一的理由。眼看大功告成，你们一家人团圆在即，他们怎么就走了呢？走了也好，随他们去吧。文光，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？我到南浔去了一趟，准备修葺一下父亲的坟墓，再把金棍大叔、彭海，甚至于醒明都牵到一起，你看行不行？其实这一直都是我想做的，还是你心细。我还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给文禄最后一击。这个畜生现在像个缩头乌龟一样躲在小倩的住处，我担心他困兽犹斗，不甘坐以待毙，反过来咬我们一口，所以我在南浔找了一些曹帮的残余，看能否再设一个局，一了百了。文光，你是公务人员，难道不怕影响你的公职吗？毕竟这是私仇，就像金宝说的，我们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。功败垂成，难道你想放弃？如果放弃，我们就前功尽弃了。谁说我要放弃？姐，这件事不要多想了，就交给我来安排。
酒来，拿酒来，拿酒来，有没有听到？拿酒来，拿酒，拿酒，酒都没得喝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是来看我笑话？是来可怜我？可怜你？那谁来可怜我？看你的笑话不就等于看我自己的笑话？天明，你别说气话了好不好？你要知道，时至今日都是我一直在陪着你。陪我？像我这种人有什么好陪着我？有什么好陪的？有什么好陪的？你哭了？啊，你哭了？你有时间哭，还不如赶快利用时间去帮我找钱，去帮我打酒。你去，你快去！你去帮我找钱，去帮我打酒，你快去！好，我去帮你找钱，我去帮你打酒，我让你喝。我让你自受到死。跟我当年捡到的钱币一样，难道？三支枪，一定要枪法准的。小雀，你找人对付谁？天禄。你明知故问。我早就料到，所以我今天过来。求你别再找他。小雀。我这里有客人，改天再联系。
的内心还存有一丝欢喜，希望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但是，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才知道命运真会捉弄人。当年你被清兵带走的那一天，我在地上意外地捡到了一枚银钞。现在，当天禄潦倒的时候，我又在他的私人物品里发现了一枚一模一样的银钞。小琴，既然你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你就应该放弃幻想了吧？放弃幻想，那就意味着我要面对现实。对于我来说，现实就是必须和他生活在一起。我们已经一起生活了十几年了，难道这十几年我都白活了吗？小琴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时间并不能代表一切，我们可以从头再来。再说，如果不是命运让我们错过的话，根本就不会有他的出现。重新开始。不，文光，我已经想明白了，你永远是我一个遥远的梦。梦会给我带来各种希望，可是梦醒之后，一切都是镜花水月。而天路，他给我的却是真真切切的疼，实实在在的爱。你说一个女人最想要的是什么？还不是与一个疼她爱她的男人在一起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无论悲伤还是快乐，都是他陪我走过来的。你要我怎么放弃他？小倩，你为什么这么傻？难道你跟他在一起时间长了，连最基本的善恶都不顾了吗？你醒醒吧，你这样跟着他，他迟早会害了你。那我也心甘情愿。文光，你不要误会我今天来找你的目的，我并不想离开天路。说到底，他总归是我白小千的男人。我只要你还我一个清风，就看在当年我两次救你的份上，求你放过他吧。文光，你怎么了？你倒是说话呀。姐，答应小倩，明天晚上请文禄过来吃饭。你疯了你！你请他来这里？好，这样也好。姐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答应小倩，我答应。放过文禄。这难得送上门的机会，你怎么就心软了呢？我没有心软。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，这笔账一定要算。我发誓，
吃饭。怎么，吃惯山珍海味，对这些不感兴趣？还是有什么心事影响了你的胃口？文光，文露，你抬头看看爹。爹和醒民正在天上看着你的丑恶嘴脸，你以为猖狂一时就能得逞一世？你以为岁月能让这一切抹平，能让记忆冲淡？折磨着我，我真的很对不起他，大哥，我可对不起你。我鬼迷心窍做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我知道我自己后悔都来不及了。你既然知道悔过了，你为什么一错再错？既然知道错了，为什么继续杀人？赵律师、向军，这些你信任的帮凶，你都不放过，你还是人吗？你还配叫我大哥吗？我不配，我真的不配，我猪狗不如。文光，你答应过我饶了文露的，我们把所有的家产都给你和文卫青，只要你答应我放了文露一条命，我们一定远走高飞，永远不回来再见你们。给我起来！你给我起来！至少在小妾面前，你要像个男人。多少条人命，多少血海深仇，怎么处罚你都不过分。我现在恨不得剥了你的皮，抽了你的筋，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。但是，要不是我答应了小妾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大哥，不要叫我大哥！就因为我答应放过你，文慧姐都不愿意出来见你，你知道吗？大哥，你大人有大量。只要你放过我跟小妾，我会立马远走高飞，我永远不会再来南京南巡闹事的。大哥，文国，只要你饶了铁木，我小妾下辈子就是做牛做马，也一定会报答你的恩情的。做牛做马？不，如果有来生的话，情愿你从来都没遇到过我，而如今我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痛苦了。那我带给你的痛苦也就不复存在了，是吗？老公，你将生给我的一切无以为报，也只有一曲相赠，这一曲当年未曾唱完，今天要让你听个尽兴。戏服是没有了，但请容我化个淡妆。让你久等了，
我马上就好。哦，不，你慢慢画，画仔细一点。小倩，还记得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吗？我最喜欢看你化妆，一笔一画的描摹下去，简直就是对美的创造，也给我带来无尽的享受。我这一辈子都看不够。后来坐牢的时候，每当我想起这一刻，我都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，太快。我以为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，没想到我们还有重逢的一刻。只是留下了抹不去的遗憾。真的很好。我明白，我不是来为难你的，我找你只是想告诉你，这辈子能够遇到你我已经无憾了。文光，我真的等了你太久了，可是我等来的只是一场梦。如果这只是一个梦，又何妨来来去去，虚无缥缈？文光，这辈子算我欠你的，我答应你，下辈子我一定圆你这个梦。小倩，文薇姐。